两数 ，a 加上20等于 b， 那么 b 加上10等于 a 的两倍，求 a， 你们算出来。图形来，我们先假设 A 用一条线段这么长， A 加上20等于 B 是什么意思？ B 比 A 多于二十，非常好，也就是说 B 比 A 多二十，在 A 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给它加上个20。好， B 加上10等于 A 的两倍，那么再给 B 加上个10，也就是这一段是 A 的这一段的两倍。同学们，你们看一下，我把这个 A 我再给它延一段，那么这一段就是多少啦？30。所以 A 就是